第十六集硝烟先后。咱在历史的教科书里面读到，包括在图片里面看到的林则徐在何文硝烟的时候，真多人都以为是点火将这鸦片将它烧啊，甲浓烟散雾，雾气腾腾。其实啊，这个烧毁鸦片，唔是哦，孤单啥物用烧的了。其实啊，是用种的青石灰，将它变落去水里，然后掺盐咯，落去了后，产生这化学作用哦，所引起的烟雾。知名电影导演夏静，当年拍迄部大片啊，鸦片战争。何文硝烟这个情景，甲咱顶一集伫咧讲的完全相同，都是按照历史记载落去再现。而且何文硝烟，暗是一次性哦，就发人解决。伊经过迄个掠停啊，是真久啊，因为你要销毁鸦片，做鸦片哦，有20000多箱，鬼吹波的，起初。一日叫法人处理3-4百箱，甲5-7日了后咯，跩士兵咯，跩民工咯，比较熟悉。一日也叫法人处理7-8百箱，真多啊！一日哪法人消费一寸箱呢？一直到我甲7月中旬，消费的做鸦片也只偌济，才消费8寸外箱呢。消费一寸外包的呢，也阁剩一半卡唔那了呀。阿民工呢，要求说7.5月哦，7.5月也是鬼做俩，就放假2日，托因倒去哦，迄处啊，去做去接祖先。啊，你唔扎实看见个民工，甲跩士兵哦，抓辛苦啊。所以7.5月如果是咱短通的这个节日，广州一带。无亲像咱泉州有啥物拍赢做15，拍输做16个，所以林则徐就宣布7月14、7月152日放假，16继续工作，停2日，拖在民间挖刀去甲亲人割出，留落来过在鸦片的士兵呢，即阵难免思想就下卡放松了。竟然煞有一挂贼伫15日暗走来即条哦，来偷船。即暗下半暝3更的时阵啊，将偷一围墙，钻入去放烟土的房间内面，偷去10几箱的这个鸦片，然后按原路迄坑哦钻出来，准备你要偷运走啊！当然咯，全是找未过啊！因怎啊来找未过啊？托什么人抓到啊？各位乡亲啊，咱曾经哦讲过林则徐伫山东的时阵，托迄个海飞出身的满清副将张伯才劫持去，张伯才派这个牵线的手下拔中石林温去告林则徐。准备第二日才将林则徐哦，将伊杀死。林则徐曾经救过石林温呐，啊，算起来啊，是石林温的这个恩公啊，所以石林温哦，全力冒险救出林则徐，从此了后弃暗投明，追随林则徐。林则徐将石林收在身边做棋牌，然后因表现突出啊。一直升啊，甲总兵，所以一摆林则徐来何文硝烟，阿将石林温带在身边，依然是忠心耿耿，竭尽职守。迄两个硝烟的迄个大敌，真正就是林则徐哦，派石林温去叫人来开，迄工程质量啊！绝对是上好的，验收合格了后，才将石林温哦叫来这点
派兵严密把守，加强巡逻。当晚，偷鸦片的怀贼人，结果最终哦，全部都死人们派去怀，也着一网打尽，无一个老亡。所谓沿途无啊半点的拍无，蒋阿强是哦，西平胜利无人做啊，抬头胜利是有人做啊。即挂贼人怎样去抢着黄头？也着林则徐下令，将跩贼人送去广东安插西市，依法惩办。我估计啊，大家可能太傻。虎门硝烟，托也在国人看清了鸦片的真面目，对民间产生了直接的影响，将一定程度上压制了鸦片对中国的泛滥。经过这摆事件，金盔英雄林则徐被中国人尊为民族英雄，其清廉、刚正不阿的品质也成为后人端详。哈，赢无？听说咱妈昨暗暝过去跳迄个广场舞，要比赛拼输赢？声势无假哦，而且哦，不是一般的比赛，是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及中信银行泉州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电视大赛，规模大，规格高，真侪人过去来参加哦。安尼哦，就是说，那是去参加比赛，就通上电视，阁有机会通得奖、摕奖品哦。无呾，大奖哦是电动车，而且是一人一只哦，赶紧报名，机会难得，错过会害哦。幸福 Style 中信银行信福联华卡广场舞大赛全城互动，只要你满四十九岁，只要你热爱舞蹈，就可以报名参加。报名日期即日起到2014年2月14号。报名地点：中信银行泉州分行国饭店。报名热线：2214-8866-2899830。积分回馈、优先服务、保险赠送、免费理财课程、专家预约问诊，记住中信银行信福联华卡。各位乡亲啊！啊，七月半林则徐放假拖拽，民工都去做做。七月十六日就继续开工了，销毁鸦片，允许人来围观。逐日都真多各种各样的人来看闹热，来参观现场啊。像乌云落去浸了，像盐落来才敲石去啊。像是未有个乱草，大概有七匹空黄的。不过也还是很多人爱来看，连那么多外国人，包括一个商人、游客，有的都为广州、澳门再来虎门这条看虎门的硝烟。当时啊，香港也还是一个无开发的都市呢，所以澳门比香港较早繁荣，因为澳门在明朝末时阵就托老实民家葡萄牙安尼搬走搬走占去了，所以澳门比香港较早开发。外国人要来到澳门，就办理入境的签证手续，但是林则徐呢，一批准，并且由中国的官员来接待，穿入去维罗兰山内面哦，去近距离的接触。销毁鸦片的场面，以扬国威。外国人来参观的时啊，这是非常良好，也肃立靠在那条哦，在那观看。甲参观了林则徐，也阁特地安排工作餐接待，阁接见跩哦部分外商的代表。跩外商多计是来咱中国哦。最正正经经的生理人啊，也无参与走私，也无偷运毒品。林则徐通过翻译讲人说：“说各位先生，恁多计是安分守己的生理人，来中国做合法的买卖，希望恁保持这种良好以这个诚信的商业行为，甲商业道德，甲阮中国人继续。”愉快合作，同时呢，我希望通过您去跟各国的朋友说，中国地大物博，人品众多，这点市场广阔，物产丰富，
外国的商人来中国这个所在经商，完全可以赚大钱。咱何利何费？何必要去找事贩毒、触犯法律、害人害己啊？啊，怀外国的怀商人代表啊，都去真赞成林则徐哦，诶，这个态度，拥护林则徐的意见，表示说，因要将林钦奇的意思啊，向因的朋友转达。甲吃吃了咯，跩外国的商人都过来向林钦奇哦，按照外国的迄个礼数、汤姆、鞠躬，说是啥 ？Thank you， 然后佮一手说 Goodbye， 经过一个外国紧张如果认真的消费，这项真惊中国消费毒品的伟大壮举。接落下了一幕宣告结束，林则徐率领文武官员回转广州，这边详细写报告向朝廷汇报，向道光皇帝啊做专项哦专题的这个汇报。另外一方面，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处理善后事宜。作出了规定，凡是外国的商船入境，虽有执法的官兵，坐船去酿酒洋，去酿迄只船食水的孤岛，登记起来、订单、军具等等，才搭咧船舱咧，进入到港口，再个经过海关的流程复杂，迄只船只那是无卡关，就说明因中间。无写好、无夹杂些走私的物件，才允许因的船只入境。有一个外国的商船，船舱内面啊夹带鸦片，看见中国的官员监督啊发严的，无法能偷运，只好默默搜索，愿等头将船开倒去。临则时，又搁通过英国的领事舆论，断翻16个一贯。肇事鸦片的英国商人来这点写薄情纸，薄情纸以后唔过再贩毒，啊，迄16个毒贩，皆咧看因的领事舆论的态度，李舆论即阵咧讲，伊伫咧看英国国内态度了，自从这个舆论托一个商船的头家送情报去到英国外交大臣以后啊。舆论就一定伫咧等咧英国国内的消息，伊做盼望，盼望是当局个作出决定，向清朝廷提出了抗议，然后再任命伊向林则徐提出交涉，挽回咗上年的巨大经济损失啊，挽回英国人的面子。因此呢，舆论接到林则徐的通知了啊，伊愿高举重烟。原采取拖延的政策，唔插伊，但那个第三日咯，伊终于接到国内伦敦发来一篇公文啊，舆论大欢喜哦，将公文提开来看一下呗，睇一下哦，血鲜鲜扑出来，就我这个舆论看到因国内这条公文来哦，伊那气啊血都扑出来，伊直接咱就过来讲说的去，再见。在舆论跟鸦片相连推波助澜之下，英国决定发动对中国的战争。欲知详情，敬请关注林则徐之27初期兵粮。乡音、乡韵、乡情，难处期待。
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兰州喜台南音节目。今天要请大人分享的是清唱《晚空会》。